勺子，这是我的漂浮勺，这是我的漂浮笔。对，姐姐姐姐，怎么了？可以给我漂浮笔吗？不行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宝贝？怎么哭了？我有漂浮勺，但是我没有漂浮笔。啊，你没有笔是不是？哎，姐姐这里好几个笔呀、啊，你给妹妹一个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还不够用。你看，你看这个臭姐姐一点都不听话。哎呀，宝贝，宝贝，你别哭了，你也想要笔是不是？哎，妈妈有办法了，妈妈给你变个笔好不好？比他那个还要多的，是不是？哼，我肯定能变出来的，只要小朋友们给我加油助力，我就能变出来。聪明了，小朋友们呀，把这里的小红心点亮，小加号点消失，就能给我加油助力了。你看我这里有一个网子，我把它给扣起来。什么都没有，帮我扣起来。开始喽，变变变，来打开。打开也没有。啊，怎么真的没有变出来呀？我再来试一次，这次肯定能变出来的。不会变出来的，小朋友们会支持我的。变变变，来打开。哇，好多的笔呀、啊，比姐姐的还要多呢，是不是、啊？我们来一个人做一个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谁那个能挑战成功，好不好？能脱模成功。啊，姐姐这个兔子马上要画好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姐姐画好了吗？妈妈这里、啊、有一盆水，来，我们来挑战一下吧。妈妈，你给我脱模。我给你脱模。哎呀，你画的这什么呀？这是。我的天哪，你画的这乱七八糟的。我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啊！我天哪，你这个都花了。你这个没成功啊！你画的不行。我给姐姐试一次，好不好？好。看看姐姐这个能不能挑战成功啊？加油哦！一定要给我加加油！哇塞，姐，这个小兔子和胡萝卜挑战成功了。